佮来看国民党嘅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访问美国嘅最后一日咯，是去旧金山参加19个高科技论坛。伊伫致辞嘅时表示讲，伊若选调总统，会强化甲19个合作，带动产业转型，卖来配合美国嘅策略，减轻对中国嘅依赖，和科技业会当继续发展。侯友宜到美国访问，转往旧金山，伫国民党驻美总部为有应中华民国国会的西点眼，侨胞完了准备十万乡土的欢迎。尾仔嘛拜会侨社红门地公总堂，并且甲胜利这两字做伙翕相，要拼胜选。侯友宜完了有到圣玛丽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意，并且参观旧金山国父纪念馆。按过侯友宜伫旧金山上主要的活动是参加美西时间20所举办的2023硅谷高科技论坛。会中谈当选了后，台湾未来高科技产业全球布局，别对美国减少对中国挖壳的脚步。我们会跟美国的友岸外包的策略是一致的，像我们的台积电，除了到美国、到日本，也到欧洲去的。那慢慢的，对大陆的生产的制造的生产的依赖就相对的减少。友岸外包是拜登政府最近第三个政策，在一旦信任的友好国家建立供应链，目的就是跟中国来修比平，脱离中国制造。这场论坛包括加州众议员罗达伦，也有地方市议员以及硅谷科技界的精英拢有出席，那是表明对美国的脚步是不是引起中国的不满，这往来引起政坛关心。一个自由经济的岛，我们就如何扮演更多的国际接触的贸易，让我们在投资、在整个制造跟生产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所有的伙伴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提麦克带头唱国歌，旧金山侨员为40度增加到52度，侨胞往那展现来收听。封闭行程圆满结束，侯友宜无替家己拍分数，强调讲会为台美关系加强合作尽全力。侯友宜在台湾时间日差不多早起5点外就登到台湾，伊即摆访问美国上主要的就是向美方这边来清楚表达伊对着两岸问题，还有美台关系立场。另外，慢慢来强化伊最是的哪样正统的参选人的身份，那是对着选战敢有啥物实际影响，格外观察。以上是记者欧阳俊龙雄在美国的 San Francisco 的采访报道。